真难能啊呀！我的妈！一天他妈才就弄这个啊！驴皮先吹下水，葱姜搞里头。飞天搞里头。哎，我弄完了，真香！驴皮煮的差不多了，开始改刀去油。兔牛奶了，让飞哥来。那我这把子喝的好，好啥子喝的？飞哥。 对了，你来这个合适，专业东西。这么个会发黄河灰，把这油提干净，这个。我不干啥。把洗干净的驴皮卷卷儿。炒个麻辣料，起锅上油，出点蒜，咖喱头，放点大料，盖辣椒，桂皮香叶，18种。好。 香料，锅底料啊，这四卷扔过去。情感小面，咖喱头。加入开水，咖喱头。OK OK OK， 把驴皮卷，咖喱头。要慢慢放。味精鸡粉、胡椒粉、白糖实在香，咖喱头。生抽，咖喱头。好嘞，真的不要钱的好友吗？咖喱头。 火烧开，小火慢炖，2个半小时。飞哥，你喂，香吗？真香啊！开始。哎呀，稀不溜呗。快点，咱们急。飞呀，开饭！你这干活不积极，吃饭。好。哎呀，太饭了啊！来，飞哥，尝尝。 虽然我们让你吃着阿胶，但是让你吃个驴皮卷儿，人家也没味儿呢。来，聪聪，今晚给我回来了。怎么样？真美啊，都有点红点。飞哥，你吃的优雅一点儿能行吗？好嘛，我把这个驴吃着，就没一样东西不香的。真是，嗯，嗯，干了。 呀，这长得真美啊！好家伙，你给我吃裤带皮啊！这全是脚啊！呀，这可是好东西，你这买的买，嗯，这家伙，哈哈哈哈哈哈！